进去密意，根据密宗的意思，金刚与那诺耶都是这金刚，简称为金刚。那诺耶和金刚是一个意思。论其密本，如果从密教根本来说呢，那就是金刚萨埵。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，法身大士。又密教尊金刚为世现威猛天之父，啊，金刚称之为佛。是以金刚那罗延伸应结为等同如来之金刚身和金刚体，啊，这是用密教原本的意思来解释，这也是非常难信之法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跟阿弥陀佛，跟一切诸佛等同了，一体了，啊，平等，完全跟如来身体一样，啊，金刚身只是金刚不坏之身，佛身也。涅盘经上说，如来身者是常住身，不可坏身，金刚之身。又诸佛世尊精勤修习获金刚身。对，涅盘经上说，我们现在为这个身体，尤其中年、老年，啊，五十以上中年，六十以上老年，都注重啊身体的保健。避免病苦，啊，少病少烦恼啊，这一桩事情，不管中国外国，不管什么宗教，不管是哪一种族，都重视，普遍重视。那我这一次出国时间不长，所接触的人啊，尤其是老人，头发胡须全白了，跑来问我：“你的身体怎么保养的这么好？”你看，对身健多么重视。啊，我给他讲真话都不相信。啊，讲真话什么？不要理他，老实念佛，这讲真话。啊，这个他听不懂。啊，他也不喜欢听这个。啊，我只告诉他吃素。你看我素食64年。啊，素食健康，啊，没有嗜好，没有牵挂，啊，把贪嗔痴慢这些统统放下了，啊，一心念佛，这个他不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清净心他懂。保持
心地的清净不要被污染，不要被动摇啊，污染不知不觉增长贪心啊，动摇也是不知不觉的生起嗔恚啊，怨恨，这个都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。啊，末后这一段，星移人王经上说的，世尊导师金刚体，信心即灭转法轮。后头这一句好啊，心是起心动念，行是分别之处。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都寂灭，什么呢？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就叫心行寂灭。转法轮随类化身啊，教化众生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的路，这是佛事，佛所干的事情啊！佛所干的事情没为自己，都是为众生。为众生就是为自己，为什么？众生跟佛一体。能大师说得好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我们这个身是在万法之中，不在万法之外啊，我们是能大师所说的万法之业，我们跟万法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自性能生能现啊，万法整个宇宙所生所现，所生所现确确实实是一体，唯有一体我们对这个经才会完全接受了，没怀疑了。如果不是一体就会有怀疑。所以经上讲的境界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了啊，那个得到是阿弥陀佛的所居的国土啊，极乐世界完全是法现法性所现的，也就是坛经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极乐世界在万法里头，不在万法之外。他为什么那么好？那是完全阿弥陀佛的愿力。我们没这个愿力啊，我们的愿力很小啊，只顾自己，顾自己家庭啊，顶多能顾到我居住的这个小环境啊，这个村这个镇啊，想到这一个都市一个县城很少很少，没人想到啊，这就这么大的心量。
阿弥陀佛，完全用心的显现的极乐世界，这是真的，其他是假的。诸佛的十报土是真的，跟极乐世界比，极乐世界真中之真。心得圆满现前，我们借助阿弥陀佛的光，到极乐世界，把我们自心的心得自自然然也显示出来了。那么极乐世界是弥陀自心变现，自己自心变现，是一不是二。于是我们能断疑生信，能相信这经上每一个字每一句真实语，绝对没有一个字是妄言。会记得好，字字句句是原意本词，没有更换一个字。这个汇集本你挑不出毛病。夏老用十年功夫完成的。下面两笔书，书是注解，两笔法师人王经的注解，他说金刚体者坚固居住，体者身也，佛身坚固犹如金刚，若居密意，密是密宗的解释，这往生者也如世尊得金刚不坏之体，故借寿命无量，身居金刚坚固之林。换一句话说，密宗的密意，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，阿惟越之菩萨，阿惟越智翻为不退转，三种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一直到成佛，到极乐世界得到的身体跟佛的身体完全相同，法性身，金刚不坏身。我们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健康长寿，海贤老和尚是榜样，四个人都是我们的好榜样。你看海贤，你看他母亲86岁往生，欲知时者自在往生，说走就走了。他的师弟海清，还有老德和尚，这四个人，他们跟我们不一样，
什么地方不一样？他们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。我们今天念佛，心里有阿弥陀佛，还有这个身体宝剑，一大堆东西跟着，所以他们能见佛，我们见不到佛，原因在此地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能像他们一样，把假的、虚幻的统统放下，真的这一尊阿弥陀佛装在心上，其他扫除得干干净净，他们的本事我们就学到了。